观众们大家好，我是沈腾。就是因为我之前其实有看您发的那个小视频什么的，然后有一个你说一个奇奇怪怪的声音，猕猴桃，新妹们，猕猴桃。啊，我们今天找了几个比较那个也是奇奇怪怪的这种声音，然后你来猜一下，他说的是什么水果，或什么东西，什么食物。听哪一句啊？荔枝，荔枝，荔枝。哎，哇，沈腾老师你太厉害了！真的是吧？真的是。我根据猕猴桃那个词根。可是他这个，我反正是一开始没听见。荔枝，荔枝，荔枝，荔枝。这费嗓子的。那来第二个。油炸鸡米花。真的太厉害了，真的是。这么冷门的东西你都能猜得出来，太棒了。那下一个，下一个来。新梅们，我好害怕呀！这个云梯，云梯，云梯，云梯是直接去还是土皮呀？不吉利。再换吗？新梅们，我好害怕呀！这个云梯，云梯，云梯。再来一遍呢，我看看。新梅们，我好害怕呀！这个云梯，云梯，云梯。灵芝不是灵灵角。灵角我们北方有，北方好像不太见得到这种水果。然后从中间切开，像一个星五角星一样。好了，那你是什么？啊，杨桃。那这。好，下一个。徐熙，英文是 Greenland。他这个是，我再听一下。这个就日常生活。徐熙，英文是 Greenland。雪梨吗？就是我们常吃的。我怎么再听听听啊？徐熙，英文是 Greenland。Greenland。后面两个音比较像。banana。banana。还有最后一个。大牙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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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的。我听明白那大。行吧。然后沈腾老师今天录制也辛苦了，我们游戏玩完了，然后您休息一会儿，赶紧走吧，别这么勉强了。